铁锅煮东西变黑怎么办？一，取适量的醋放在铁锅中，用百洁布重复使劲擦拭即可。二，铁锅中倒入适量醋，然后进行加热，并晃动铁锅，使其每个地方都均匀沾上醋，然后放置一天再洗净即可。铁锅比较容易生锈，所以在煮完食物之后，可以在锅内涂抹一些油，防止生锈。用铁锅烹饪食物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不然铁锅很容易变黑。一般新铁锅使用前要用猪油或其他动物油脂加入烧红的铁锅中擦拭后，再加入水清洗，俗称炙锅。如果没有做这一步，铁锅也是很容易变黑。